就是走进去呢，就往那盘子上一放，这一箱是多少个？我给你们说一下，就是37个左右，就是家里来客人了啥的，放盘子里最好。红糖味的，这个老好吃了，我自己都已经吃完一箱了。没事，看电视剧的时候就吃这个。我最近可爱吃零食了，就嚼的就咬就有点疼了。